Hello， 铁子们，今天吃顿好的，在小区的楼顶吃烧烤。刚好我的朋友呢从外地回来，我们就刚好在楼上搓一顿。有火腿肠、牛肉，还有鱿鱼须、虾肉，还有那边的扇贝。刚刚和我朋友整了半个小时才整好的。开始了。吃烧烤当然要喝菠萝皮冰镇的。够喝。什么？嗯，要不？虽然说是第一次自己做烧烤，但感觉还不错，有烧烤它那个味儿哦。招生鬼子，招生鬼子，我女朋友都买招生鬼子，我吃着。这个菠萝皮在超市里面买的，打折是1.5元。这个菠萝皮在广东的时候比较流行，广东那边很多人在喝，其他地方喝的人很少。干净又卫生，太爽了。哦，外面还有人。这时候有点难为。应该是在他们身体上面养的。